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印海荣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是秦朝。秦朝攻灭六国，统一天下后呢，就定都咸阳，因此啊，咸阳有中国第一帝都之称。今天我们诗书画中的文化名城，就要带您走进大秦王朝的首都咸阳。咸阳最初建制于春秋时期，得名呢有两种说法。有人说是因为咸阳位于九宗山之南、渭河之北。古代啊，有山南水北为阳的说法，这里山水皆阳，故名咸阳。还有人说呢，因为商鞅曾经在这里设置了咸亨、阳黎两县，秦孝公将两个名字合而为一，取名咸阳。咸阳因在渭水边，又称渭城。那提起渭城，我想观众朋友们首先想到的一定就是王维的这首《渭城曲》吧。《渭城曲》，唐·王维。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刚才为大家朗读的这首诗就是王维的《渭城曲》。那这首诗呢，还有另一个名字，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，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。安西就是安西都护府的简称，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设置的四个军事重镇之一。那王维这位姓元行二的朋友，奉朝廷使命从长安西行，二人在渭城客舍依依惜别。在长安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上，咸阳是第一站。古人呢，离开京城出使西域，或者由西域而来进入长安，必然要经过咸阳。清晨，渭城的客舍边杨柳青青，刚刚下过一场小雨，只湿润了路上的尘土就停止了。朝雨乍停，天朗气清，王维设宴为这位老友饯别。酿满别情的酒，喝过几巡以后啊，主客双方的情感都达到了顶点。这时候，王维端起酒杯，对自己的朋友说：“再干这一杯吧，出了阳关，可就再也见不到熟悉的老朋友了。”我们设想一下，在渭城客舍中与朋友相别的场面，其实可以有很多。酒宴上的殷勤话别，启程时的依依不舍，甚至抱头痛哭，启程后的瞩目遥望等等。但限于绝句的篇幅，诗人肯定只能选取一种场景来表达别情。那为什么诗人要选取这么一个祝酒的场景来写呢？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，包含的感情啊十分丰富，不仅仅是对朋友的饯别之意。朋友奉命出使，自然要祝他一路顺风，但是关外黄沙漫天，又没有亲友故旧，不免又为他感到担心。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时相见，因此又想让朋友多停留一会儿，拖延一点时间，再多看一眼。总之，这一场景的选取啊，看似十分简单，其实意思非常丰富。赠别、惜别、祝愿、担心，都包含在里面了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我们常说艺术都是相通的，《渭城曲》所描写的经典性场景也被其他的艺术形式借鉴吸收，
比如著名的古琴曲《阳关三叠》就是根据王维的诗歌所谱的，这是诗歌与音乐相通的例子。近代大画家傅抱石则又将渭城曲的诗意画成画，这又是诗歌与绘画相通的例子了。诗意图这种绘画形式啊，也不是傅抱石先生的独创，清代画家石涛就有《唐人诗意图册》。傅抱石呢，以石涛为偶像，他原名傅瑞林，号抱石斋主人，所谓抱石中的石就是指石涛，因此呢，他也学习偶像创作了一组《唐人诗意图》，用唐代著名诗人李白、杜甫、王维等人的经典名篇入画。那这幅王维《渭城曲诗意图》就是其中之一。诗意图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：清晨蒙蒙细雨过后啊，刚刚抽出嫩芽的柳枝分披而下，随风摇曳。渭城客舍里，主人正向即将远行的朋友敬酒，依依惜别。屋外远行的牛车早已备好，但离愁别绪萦绕心头，朋友之情难舍难分，迟迟不能出发。我们知道傅抱石在绘画技法领域啊，最具有代表性和创造性的就是抱石村，用散锋乱笔来表现景物的层次结构，这种笔法看似散乱，其实呢暗藏法度。虽然皴法主要是运用在山水画中，但从这幅画来看啊，画中的柳叶柳条分批而下，恣意纵横，但乱中有序，和抱石村的艺术思想是完全一致的。再看其中的人物，却又十分的细致生动，穿着打扮神态动作，画家对任何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，这也是傅抱石画论中常提到的远看有势，近看有致，大胆落笔，小心收拾的体现。我们看尤其是门外两位牛车车夫的神情，眼神望向斜上方，似乎百无聊赖，一定是离别的酒宴啊迟迟不结束，让他们等待太久了，也可见主客双方真挚的友情与强烈的不舍之情。如此一来，渭城曲的核心诗意也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，而画作呢也并不是简单的对诗歌情景的再现了。渭城柳色在古代画家与诗人的笔下成了表达离愁别绪的经典场景，我们从这一抹青青柳色中不但能够体会到古人朋友间真挚的感情，更能窥见古城咸阳独特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积淀。